为着要培养学生阅读的能力，积极地文化交流以及发展协会特别甲诚品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办推广阅读活动，并且阁用这贵车改装的行动读书车开来甲积极地的大众阅读驻点，除了带来真侪好书要提供予镇内学童来阅读以外，上个重要也是希望借此来培养学生爱看册好习惯。一看到行动图书馆来到大树下，和平国小学童用上紧的速度前来找册看册，大家拢把握这难得的时间来阅读好册。和平国小校长也相当感谢这台行动图书馆所带来的丰富册籍，书友可以知道很多新的知识哦。行动书车，然后我看了这本书叫《故台湾》，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以前的历史的，就一些。古日治时期的统治，日本人怎么统治之类的，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一直希冀着可以让孩子习惯阅读，养成阅读，爱上阅读。这一次这个行动书车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借书方式，然后让我们有不同的视野。孩子们都很新奇，也都会问着老师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过来书车这边借还书。孩子们都相当的期待，也相当的兴奋，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为了当促进国小学童的阅读能力，积极定文化交流甲发展协会特别甲诚品文化艺术基金会合办推广阅读系列活动，并且透过写心得来促进学童在阅读过后更加来学习着思考。那这个行动书车呢，它等于说是一个行动图书馆啊，也是一样，就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也跟诚品文化艺术基金会这个签订，就是说进驻到积极来。那这次的这个行动书车进驻呢，是从4月14号到4月26号，我们放在集集镇这个大众爷庙啊。那大众爷庙这个位置呢，非常的好，等于说集集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集的场所。多元化的阅读可以提供孩子的视野，而且他们加广他们的阅读量，不管是在科普、在语文，他们多元的汲取书本以外的知识，就可以奠基他们不同的学科基础，让他们可以立足小小的地方，但是眼光它可以是放大无限大的。知识就是力量，拓展自我视野以外，也是带协助囡仔求学就业的好帮手。协会相当欢迎学童踊跃来借册看册，并希望透过亲像行动图书车的方式，会当让阅读充满一个自己的世界。记者跟我们相差不多。